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那我其中一个姐姐呢，再过几天就要回美国去念研究所，所以呢，你知道就是要把握好好我们姐妹可以相处的时光。虽然我姐一直觉得我很奇怪，但是我还是很爱她们的。那另外呢，我有准备一些小小的礼物想要送给她。那身为一个资深的妹妹，当然是要了解姐姐的喜好啦。所以我现在要出门去买几个她很喜欢的东西，然后回来贿赂她跟我一起开箱我要送给她的小礼物。Let's go.出门咯，拜拜。姐姐，你可以帮我拍东西吗？那这个给你。你看你妹多了解你，拜托拜托。你以为你陈小乐啊？爱你，这是我的姐姐，今年对，每天最大的嗜好就是坐在这张椅子上面看电视。虽然她很宅，但是我还是很爱她。姐姐现在因为她的 Instagram 被锁住了，她现在很不爽。姐姐再过几天就要去念书了嘛，我就准备了一点小礼物要送给我亲爱的姐姐。我是不是一个很棒的妹妹？你开心就好。先给你看，就是不是你的礼物好了。首先呢，是一个这个，既然那个，你看，哎，摸摸看，哇，哎，我知道，我给你带到学校去好了啦，给你放在，哎，来来来，我要把，哎，你帮我一下好不好？哎呦，你把它搬过来呗。姐姐，你最棒了。好的，我在这里向社会大众道歉。哎，你好厉害哦！我要把它放在客厅，让所有人知道我大学有毕业。好，你就坐在这里了。接下来有两个东西是我想要送给你的礼物，你很期待吗？嗯。来，你闭上眼睛，一二三，噔噔！这张是伊恩之前我们去加拿大的时候，所以你知道。What is up? Hello. Oh, the hangover sister. Hi, Ian. Ian, 我做了一个这个。What is that? 脚踏垫英文怎么讲？脚踏。哦，你可以不要那么自恋吗？好，那这送给你，你要吗？好，好啦，接下来我是真的觉得还蛮实用的东西。呜，它是一个行动电源。行动电源，哎，我在想要买一个。哎，都，它的线是从旁边这样打开。哦，我选的背景是粉红色的 marble， 然后上面有一个 Clumsy Cynthia 的样子，所以就送给你啦。这个可以吧？这个我可以，真的是一个好妹妹，不是我在讲。然后再来咧，我还有做了两个东西给你跟阿芳姐姐。哦，做了一个那个行李的吊牌，我上面还写了一句话给你，就是 thumbs up 我们两个姐妹之情这样。A little sister time is good for your soul。OK， 好，各位，哎呦 ，I love you， 恶心，走开。然后这个是大姐的，上面写 ，Hey sis， you know I love you， 我要常伴在你们左右。哎，你刚刚是大哥吗？好，我开箱完毕，我们来挽个手吧。不用，你不要再给我翻白眼了。Hey guys， 补充一下，我刚好像忘记提到，我这次的东西都是在一个叫做 Custom 的客制网站上面做的。那我之前有看过几个蛮喜欢的 YouTuber 介绍过这家，所以在做姐姐的礼物的时候，我想说，好，那我来试试看。那如果你自己懒得设计的话，我在这个网站上面有看到好像是一些设计师的品项，要不然就是像我一样，你知道很有诚意，我就自己上传照片上去。设计过程其实就是选你要的商品，然后上传照片，然后稍微调整一下，加个字，你就完成了，超简单。That's it. I'll see you soon. 本来想要记录就是一天跟姐姐的日常跟一些互动，因为我觉得平常我们的互动真的很白痴。因为我们家是三姐妹嘛，然后因为小时候我蛮小的时候姐姐就出去念书了，所以带到国高中其实我都跟他们没有到很熟，感觉是到大学的时候感情才稍微比较 close 一点。因为姐姐人太好，然后很憨厚，所以每次我们就是会捉弄她的时候，就是她的反应很可爱，所以我就很爱捉弄她。不知道大家对于兄弟姐妹的感情是怎么样呢？可以在下面留言。有一些我有看过是感情从小就超级无敌好，通常感情好的还有一种是年纪相差非常多，例如说哥哥跟妹妹可能相差个八九岁，哥哥就会很保护妹妹。那我的话就是因为两个姐姐，然后他们又很独立，那我又是那种比较冒失。不过话虽如此，
此呢，我还是觉得，能够做姐妹其实就是一种缘分。她们真的都嘴巴上不讲，但是其实对我很好。嗨，我正在讲你好话哎，你给我翻白眼什么意思？我要出去买东西。你要去买什么？姐姐刚刚邀约我去逛街，所以。你不要自我感觉良好。感性话说完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些我跟姐姐的 sister bonding time. I'll see you then. If I take you down, would you really hold me down and be your best friend? She just wanna hit me with a. 这张如何？来，我来试一下好了。你是在光鞋这个姐姐，看我的脚。哦哦哦哦哦，陪 no one 问自己的，好看吗？你觉得嘞？我一起指哦，一二三，谁会知道你指哪一个啊？这一只可以吗？被他骗进来的，然后我自己就买了一双，真的是脑波很弱的两个人。只有你没有我，我们两个都很弱好吗？并没有，我是有需要我才买。刚刚姐姐自己买的很开心，然后让我等了很久之后，我们现在要去买我的东西。哦、my aesthetic。When I see the letters form the way your name is spelled, I don't know which way I felt, but now I'm anew. And I can't help it every time when I'm just loving the view, loving you. A simple. 我觉得你这样唱吗？真的吗？因为我没有喜欢。哎呦哎呦，书生气息哦 ，I look so funny. Way that they think you're fiction, it's something different. It's my mission to show you the definition of loyalty and commitment. Lately, I've been feeling like this. And we're.谢谢姐姐今天在我的影片露脸。啊，走开啦，重来。谢谢姐姐今天在我的频道露脸。嗯、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No, I don't. 我知道姐姐最爱我了。If you like this video, please subscribe and like. I'll be here hanging out with my sister.来，不要发出那种声音，走开！我问你哦，你觉得你最常对我讲的话是什么？走开！然后自我感觉良好，你不是有三八吗？还有，你到底有什么障碍？你也知道你很多障碍吗？好啦，跟他说拜拜。